好了，我们来到了第一场比赛啊，是由碳对上雷诺，地来到光日影右下角红色的人族 KZ Gaming Prime。左上角蓝色的虫族 Qlash 雷诺，什么反刺？你竟然可以说出这么高级的语言，我的天哪！是不是动漫看太多啊？有人说身体坐姿不良，加上疲劳，我觉得是有可能。阿吉都是，对，躺在那电脑前面在那看剧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然后看一看，再敲敲一下。然后再滑个手游，滑个手机。哎、欸，我靠，你真的是太了解我了吧？不是啊，全世界的肥宅都是这样啊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有电竞的肥宅都是这样、啊。没有没有。沒有哦，这边雷诺是一个狗石开哦。哦，他干嘛？他要打稳。怕被搞死的。对，但是他不知道，对不对 ？Time 是一个完全不放野兵的一位朋友。完完全全不看啊，对，完完全全不放野兵。他的称号不是小鼻样吗？对啊，他很多，他小鼻样、小音诺都有。那现在比较接近谁？现在啊，现在比较接近，我自己觉得比较接近鼻样。好，什么高高？是什么血高痛？什么高欲痛？什么东西啊？那个字念盲吧？哦，因为我现在离那个另一个萤幕很远。好，死神出来，但是雷诺的异化种已经溜出去了。哦，他应该也没想到雷诺居然会是一个狗石开。不过两条狗还好啊，只要家里有一只香槟，这两条狗闹不太大东西。对啊，其实出击枪兵就是为了防这个东西啊。对啊，出击枪兵就是为了防这个东西。高荒哦，那是荒吗？哦，完蛋了，对不起，我跟你，我们这边的人中文都不太好，还是我中文不太好。我有时候都觉得我英文比中文好。哇，这也太稳了吧！这上来狗十开之外，上来狗出来生活从移动速度，他真的没有把 time 当人在打。哇，这是超级稳的一个开局。他这就是只想着不要被搞就好了、啊，不是吗？哦，他好像放了第二个军工厂吗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第二个，嗯，二 BF， 两个军工厂。要拿火车吗？应该是直接上来飙车吗？还是拦过火车？我不太确定，有可能是拦过火车啊，有可能是拦过火车。而且他 BF 放在家里嘞。对。王冲移动速度也好，进去不看光光，看光光，看光光。哎、这有可能是飙车啦，但是几率不大，因为他的经济实在太差了，我觉得。嗯。放了星际港，那机场火车。下次被看光不就没什么搞头吗？就。你不要送啊！你不要送，还是可以打、啊。你不要送，重点是这种人类这种战术就是你被看到，那你不要送，慢慢打，想办法赚点烧点工兵就好了。你不要想说，对啊，被看到还想一波打死人家，那是天方夜谭，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没错。但我现在好想喝汤哦，可是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一起身我就觉得很痛。我觉得啊。直接叫罗特帮你打个止痛针。我可能等下过来要冰敷一下。哦，好，这边冰工厂还是放了，所以他还是要站起来烧一波大的，站起来烧一波大的。不过其实这边也是算重组也没办法做事啊，他就只能先等一下。他这个粉丝桶都下啦、啊，这个蟑螂出来，不然我火车一点用都没有。逼退，而且绕了一波异化虫在外面，这俩会不会家里遭殃？不会凶闷，只是打嗝也会痛，就很不爽而已。有件事是，火车可是键盘医生，
哦，蓝湖火车接投地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上面是地雷吗？他接投地雷，没有上面那一层四台火车，上面那台是哦，那场还是四台火车。我想说是地雷，怪怪的。他用出了一个很神奇的战术、啊。没错，这防得很好呢。防得很好，防得很好。还在做解放，这真的没有了。可以烧他，烧他，我先烧爆他。哇哇哇！赚，还跑了，还跑了。你看家里，但家里这个厨房好像保不住。哇，好赚哦！站起来，烧厨房。其实我觉得这边，主矿，主矿烧。哎呦，放！哎呀，这边二矿被咬进去了，但是好像还好，死的不多。主矿其实没死很多哎。我觉得他三矿这边真的不要站，他不要上，他这波不要送。家里虽然三 G 掉了，我就觉得有优势，但他送了，他三矿这边送了，我觉得反而雷诺还优一点，我觉得。嗯，因为主要是他刚刚其实过去发现那边有农民，他烧光就跑就 OK 了。对，那根本不用站起来。不用亏，这边那个快三 G 被咬掉，然后三矿的六台火车全送，就是。他家里刚其实有很多地雷，他要是那地雷一开始是有在门口保护这个，对不对？保护这个三矿的话，那三矿根本不可能掉。嗯，很可惜。没关系，投地雷哦、喔，这边数码已经好了。好，这边持续烧包哦、喔，解放者。我们后面还是整合了一个生化部队，地雷要开始丢了。不过其实都在那个雷诺的那个视野范围内。你确定？啊、哦！你确定？雷诺的视野太伟大了。视野范围。好，你说的对，的确在视野范围内。啊！炸出来！六农。OK。行啊！我跟你讲，这边雷诺可能没有想到。看后面是接生化部队啊，可能啦，可能。正常看起来都会觉得是走机械化。目前敢打起来会觉得都是机械化，嗯、就地雷投地雷，然后机械化，他觉得你到底在打什么？好，这边再一传出去，等一下上面应该有一传吧，等一下应该会协同哦。哎呦，东方这样回来了，这张很沉。应该不管。哇，这个火车都出现，会让人家以为你以为真的会让人家以为你在打机械化。对啊，这真的会觉得对方机械化。对，因为你刚刚已经送了一波火车，你又让他看到蓝火车，正常都会觉得让你就是要不然。来喽！我让你去打，我的、欸！这边有洞，这边有洞。冬雪。没事。地雷有洞吗？地雷那边有洞吗？下面，看来是没有洞。太忙了。好，三矿飞出来营运了。雷诺这边的二防啊，他的防升得很快啊！你看这边看起来刚开始，哎，地雷！哎，这运气不错呢。看起来开始刚开始升地攻一防，对，雷诺已经在升二防了。他这个二防升那么快是？他一开始，因为他一开始不知道对方机械的生化，所以他一开始只剩一防。哦，对，所以然后后来知道对方是那个了嘛，所以他就持续先升那个二防，然后再补那个一攻。我觉得这完全是可以接受，反正他前面涨了那么多。嗯，对，好，这边雷诺打出了 PP， 可能意大利看起来好像有点，因为刚那个火车绕进去，他其实有看到飞龙塔。对，他有看到，所以他刚第一时间好像有按一只雷神。嗯，对。没什么问题、啊。这种感觉，刚打下，我觉得其实雷诺没有说很优的。对，因为主要是挤破地雷，还是有炸到一点工兵回来啊。对。然后搞得雷诺很烦，他营运也不能顺的一直营运。我觉得刚刚比较可惜是太那个啦，那个三矿火车那边只要真的不送，我觉得他会变成优势，会有点优势，而且家里那个基地也掉了。对，想象一下这个基地。可能两分钟前就飞出来在营运了，哦，那差超多的，差很多。你两分钟飞走，你现在兵营都补完再爆兵了。有点都不知道什么问题哦。投下来就不亏，但是我觉得是医疗艇不能爆。
好了，他那两个残废医药品在那边代表什么？医药品不能爆，都没有爆，我就蛮亏，因为医药品很贵。这边封了一下这个盾牌的进度，我觉得还好，探短时间内，他这个打法短时间是完全不会出门，因为攻防实在落后太多了。没错，他就是不停的上下骚扰而已，然后把四罐开出来，再跟你慢慢的那个做交换。哦，这边火车在竟然在烧烟龙啊！好好好。做单线的真的是，单线很容易被解啊！靠后还跑掉哎、欸！那雷诺是不是今天状态不好？刚刚 BP 肯定是在找状态。哦！你在帮雷诺叫吗？没有，我真的痛。妈，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因为。坐着一会痛嘛啊！我因为我这胎痛，我就不想忍，我就一直叫，然后他们一直在那边配音，那边射了射了，谁受得了？射了射了啊！哇！阿吉一天，哎、欸，他们超级惨无人道的，还拿那个相机那边拍我说什么？这时候要把它拍成 YT 影片。你五分钟射一次哦，白痴，我是背痛啦、啊，差不多。这个玩乐帮以后那个开头就是阿吉在那边叫了，好，一攻一防好了，但他会不会没想到重组了二防那么的快？这波进攻，那打起来我觉得干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这个点位不好攻哎、欸，这些点位对虫来讲其实很不适合。对，而且毒爆速度还没好，他忘记升毒爆速度了。他忘记升毒爆移动速度了！哎呦哇哇，雷诺还被炸，雷诺还被炸，完蛋！雷诺今天是真的状况不好，快快的雷诺，有状况不好了。我今天才下阿姨，他马上状况不好，直接跟我讲雷诺。我昨天在那边讲阴影的时候，你跟我说雷诺很猛，我现在下阿姨，他马上自己状况不好。你在那边，怪怪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有看过他第一视角，你就会感觉到他今天状况一定不好。他那真的是每分 每一秒那个画面都在动啊！毒爆速度还是没有好哦。这波对他来说，哎呦，刚的地雷，可以啊！我刚那个地雷价值连成，他大几颗毒爆啊？有没有5颗以上啊？10颗以上都有了吗？刚那发很浓哎、欸，刚那个绿绿的那个感觉很浓厚，你知道吗？我懂。家里一台雷神。雷神爆了！好，叫得好，这雷神爆了！爆了非常赞助了出兵点，非常赞助了出兵点，怎么办？正面要被爆，正面要被爆，正面被爆！还没有发现，换另外一个人在睡觉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！我靠，这个也太亏了吧！赚的都还回去了。我觉得这不止蛮好吃的吧，这是还都可以的吧，对，这已美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涨到30块的时候不卖掉，现在剩1块，对啊，真亏爆哎 ！Oh my god， 家里还在死，我觉得他刚刚那边还不如不要回来，就直接控好正面，就站在那个地方啊，对啊，就站在那个地方，你就让那些被他，反正他家里有3个防空嘛，那、啊、你就等第二只雷神出来就好了，没事，不要紧张。看那个雷诺三攻，那个三房都在按，攻了英霸那个种子。啊！抱歉，刚打嗝一下，突然激烈痛了一下。我们都懂。好，当然今天观众请大家体谅一下，抱歉。体谅一下。我也不想要这样子。体谅一下这位朋友，他可能昨天晚上做坏事。我那个飞桃好多哦。我们的飞桃。等你。下面不到一波冰过来，限制一下速度。这雷诺炮开的很快，有够好哎、欸！是啊，97猛是。两个炸。上面的飞弹好像洗了一波澡哦。有吗？有哎、欸欸，可是太多了，没有洗太多。是什么？
我这边拉饭，我这举报有点多了。你看他是不是开始乱滚的、啊？哎呀，这是不是他举报不能滚雷神，那是往对不对？往前冲！他这一波是不是打得有点重啊？停一下，怎么没有停？又来又来又来！哇，这个举报鱼魔，但其实蛮可以，对不对？看这个操作真的是强。我觉得上面很好啊。哎、欸，哦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一波双线是打回来啦、啊，哦，合金技术很多就是了。妈呀，你忘记人珠，你自己玩人珠，你忘记你用什么东西了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放我啊！就他不知道上面其实还有矿。好的，那雷兽出来啦，而且重点是这三房雷兽，等下人类怎么打、啊？就。不对，他麒麟化甲可以好，这也是五房的雷兽，怎么了？啊啊！你说什么？雷诺是不是赢定了阿吉？对吧？雷诺是赢定了。拜托，五房雷兽打二二的枪兵切菜好吗？随便练吧，随便练。走进去，一个不用躲，你知道吗？乱切，打不动。上面雷诺有个部队要去打探的，也算是五矿哦，五矿，他好像被震退了，有没有？他在等雷兽爸爸，爸爸来了，爸爸来了，大家。哇，这个恶魔、啊、太硬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毒道很大的。嗯，而且重点是因为雷兽很硬，所以雷兽近身的时候可以保护毒包、嗯。而且你要打多雷兽，其实胖胖要配的多一点。热水啊！哇，非常解决不了了。哇，没了。这波，啊，也听说有舒服一点点。啊，靠！我的。啊，这个应该还是没了。我跟你讲，还是一拳的机会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两船被别人带着 ？ACV。什么都没了，哇！这个已经开始钢枪兵了，后面也烧了。怎么这样子？这怎样？你看，现在虫族还是很优啊？怎么了？现在虫族不是优势超大了吗？他很现在想打一个三攻三防的一波啊。对，对，他还在逼啊，但他没有升哪三防。他走三攻啊！啊，这波再来，这边没有虫太流，可以把这矿打了。哎、欸，下面，而且下面有个虫线，他都没有发现呐、啊。下面有矿，对，他没发现上面那个矿。哦，他完全不觉得雷诺开矿有那么快，他现在感觉哦，我又换了你两分几率，我是不是？我好像有又有打的空间，对，好像对我再慢慢来，好像还可以。啊，他完全没有想到上面还可以。而且其实说真的，其实泰的战斗部队大概赢雷诺五十人口。对啊。阿雷诺6000块啊！阿雷诺6000块啊！哎、欸，发现了，发现了，上面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像发现了。终于发现了，看到心都凉了。他砸了一颗自己的毒包。我这把结束了。虫族优势啊！虫族6000块，到底怎么输？哇！你们到底会不会看游戏啊？他们五开就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要不是对不对？这一波突然打到他主矿口，然后不可能啊！但我说只要不是啊，那就不可能输啊，是吧？你知道人家现在只是看起来很骚包，对不对？不过现在好像打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没钱啊！人类还不知道他没有三防，对啊。他打着打着奇怪，我的兵怎么打不太过？明明他说没有神啊，哎，他没神哎、欸，他忘记了，他就忘记了、啊，他不知道他有神，他不知道他没神。哦，打不到兵哦，最后一波了，啊，妈妈，我的天哪，辛苦了！哎，其实他的散兵真的散的蛮好的。不过什么都没管到就被杀光了，对啊，非常去换家
快！行行行行，可以可以啊。他雷诺有4000块啊。哇，烧起来烧起来。雷诺4000块。哇，他雷诺满人头还有4600。哎，打毒爆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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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！哇，糟糕，非常无敌了。应该觉得你真是一霸，这样子你还能有这么多兵。我基地拉了。我不是说真的，现在雷诺他基地已经被打光了。对啊，雷诺只剩他那个存款了。他现在就是一个有存款没有收入的一位朋友、啊。但还是吊打，还是吊打派。哎、欸，他在那边正在送啊！哇，真的死了好多人了。已经能够动太上。对。哇，可以哇，这边很多赚了几台力道兵，明白。没了。这场太蛮可惜的是，对，这把太有机会了。他中间压那一波，这个十倍大概八九次被他的那个幻家直接打乱节奏。他那边其实我刚看起来，但是我不是上帝视角，就是其实他那边雷神被点掉以后，对不对？他其实二矿的攻击拉去三矿了，然后家里等第二次雷神出来就可以守，然后把前线控好。就他刚刚是走回来的时候被夹了一波，超亏。感觉，这太嚣张了吧！哎，这个非常有点太嚣张了。没有啊，他三攻很大。对啊，他赢了，他做什么都对了。没错。再打一个基地，继续坚持。看一下，三只工兵，两只，一只，最后一只在哪？老毕，打一下最后一只工兵啊！不然他要做两只出来，就看不到那只剩下那只公兵了。也是，也是冰库还是热库啊？我怎么看老是放是冰库？啊，我去冲过水澡，那不就很奇怪？不是有分刚受伤跟受伤一阵子的那个吗？哦，好，雷诺这边1-0哦。其实，我真的觉得这场看还蛮可惜的，很可惜。我觉得会不会是他？什么编队跑掉之类的，所以他那时候，所以他那时候画面切回去，他再重新编编队嘛。哎，结果他可能不小心按到 F1 了 ，F2 了。啊？他是不小心按到 F2 了？没有，可是按了 F2， 他部队不会完全没反应那么久啊。哦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因为他点编队，他原本是把他的编队放在那边没有动，然后他在守家的时候不小心按到 F2 拉回来，他没有发现。然后他是被打的时候被警告预警声的，可是你知道他刚那时候是有一段时间他完全没在造兵吗？哦，所以我才觉得有可能编队跑了，不然你正常来讲不可能正面就是完全不动，你知道吗？他那完全不动太久了，久到有点夸张啊。对对对，没错，那边基本上被夹了大概5秒，他的反应。对，很夸张，那是很夸张。可惜，怎么办？今天是两个状态都不好，是不是？主播台上坐着一个啊，抱歉，抱歉，靠谁？主播台上坐着一个啊啊啊啊！我感觉自己都会笑，优秀、哦。你有被通过吗？没有啊，我还年轻。聊天室有人被通过吗？那你就可以体会我现在的感觉。可能没有。我以前运动打球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受过悲伤，所以不知道那个痛。今天第一次，这个扭伤有点，这让我超级不舒服。你是一觉醒来才这样吗？那肯定睡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还是罗特在你睡觉的时候偷偷走进了房间？怎么可能？你就踹我是不是？踹你两脚，臭阿吉！在妈的，每天睡觉都那么吵。再看片片啊，阿吉再看啊，再看啊，然后多踹两脚，好痛！
来，第二场比赛，罗曼史在地图右下方是蓝色的冲刺选手雷姆。好，在地图左上方，这是来自 KD 战队的菜。还是你多讲点话，说不定多讲点话，你就会忽略掉那个痛了。怎么样？我现在就是，你知道，我现在坐在椅子上，完全不敢动。你现在就把那个东西，他们突然砰一下，我受不了。你等下就去把那个《水浒传》，然后再放在旁边。等下我们没有话讲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念那个，你就会转移那个注意力。对，时间久了就不会痛了。怎么样？我现在很担心，我明天去上课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要上什么课？我周星海。哦、oh, ，加油 ，fighting！ 阿吉老师 ，fighting！ 好，哇，雷诺又是狗吃开，奇怪，他是拿到了，好稳哦，他是拿到了谁的 RP？ 以为太很爱野兵，还是他被假情报骗了？还是他只是想打的主动点？哦，因为我很少看到雷诺一直狗吃开的，很少。怎么样？这一届有人大师了吗？没有，可怜啊，老师的问题。我跟你讲，星海强不强，老师并不是重要，不是重点，是他自己愿不愿意变强，好吗？真是有道理。可是有一个女学生表现得不错，你有特别辅导她吗？没有。欸、但是有一个学生是我真的觉得不错，他现在好像已经白金了。那你然后他以前没打过星海，他以前是打世纪帝国的。哇，世纪帝国、欸。对，然后我就教他，我之前不是有跟你要 RP 吗？啊，我是跟他那个谁那个 Cup 要，我教他一个简易的裸装流程。他看了一眼，他练习五分钟，然后我下课的时候去看后面打，他跑得跟我一模一样。跑得跟你一模一样，不是很简单的吗？没有，就是你要想，他是完全没打过星海的，但是他只看了一下，他就可以马上背起来，跑得跟我一模一样，真是牛逼啊！好，这边又是提速异化虫接提速王虫，而且这次是直接留了四条异化虫在外面了。好，看你的部队往上拉，直接控制就直接死了，被枪兵，哇，这个手法偏稳，太稳了吧！我想根据我对太阳了解啊，他等下坐两台导弹车，然后就空投两台导弹车。真的？你是不是被他弄过？没有，他面对这个打法，他都是这样应对的、啊。哦，我跟你讲、啊、我专业的、啊，我也是很常收到太阳，然后上来我，对啊，上来我看到这八条异化冲把死神包了。因为看到提速的异化虫了，所以就只做了一台导弹车，要交换挂，交换坐火车。啊！不错、哦，舒服吗？啊，飞弹车好了。这次卡不错，卡得好。好，杀一只王虫，学。学班。再去主矿，主矿还有一只。哎、欸，真的这种狗子开的前期死亡虫超贵的，就很难。再来一只，好、哦，直接开大河喽！他们两只虫解决掉，直接那个合龙核心放下去了，可以哦，这个选择我喜欢。我觉得这个转的蛮好的，我喜欢。对面两个王虫被打掉，他直接转大河这边，其实他也不一定会发现。看雷诺会不会再进去侦查一次、啊？他好像有飞一只王虫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有啊，他门口还有一个了。可是另外两只好像被点掉了。我们那只狗。好，堵起来。王虫在小地图上有那么大了吗？你是不是在黑？啊？没事。干嘛啦？没事。哦。哦，补兵了！这是大河一波啊！对啊，大河一波。Special 跟 TY 最爱打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他是跟他两个取经。
可能是因为这张图，他们从昨天喜欢三矿很早的开正面这个，所以他想要打那个地方。有可能，我觉得雷诺有可能遭中。有个监察，有一个王虫又往人族家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要那个进去看到兵营的数量，就懂啦。雷诺就从现在开始只做后宠啊。啊，进去看到吗？罗生塔有机会哦。雷诺想的说不定是。看光嘞、欸！跟你讲，雷诺想的是，说不定是他的三矿已经好了，还没飞出来而已。哎，解放者，哎呀，解放者大和这个，可以，这地方没有防空炮台，下面多。哎呀，这防空炮台边边，顶攻兵啊，顶攻兵，三号船可以，三号船可以。啊，快点，逃走，逃走，对。这波有闹到虫族的节奏哦！哎，虫族到现在他有足够虫草吗？妈！哇，这个大河有赚，有血有血。而且那个解放很烦，解放送，解放有点太过分了。不是啊，这大河不回家，还被点掉了。他等下旅客他就回家了，好不好？大河不会突然暴毙的啦，那大河血那么多，防御那么高，你觉得他可能突然被浩虫打暴毙吗？我跟你讲，话不要讲那么满。哎呀，他是太，好不好？他每天都练二三十把。好，他不会有那种失误的。OK。每天二三十把还敢嚣张 ？OK。OK。OK。上一把那个完全没动，就是已经是一个重大的屈辱了。他至少不可能再发生那种事情了。完蛋，受到第一波了。那怎么变开矿啊？来，剩两个。我操，这一波还是很强哦。是两台三台。那走哪？走正面。哎、欸，他有 VA 吗？啊，应该没有。哦，没有 VA， 好，那可惜。我想这一波如果你还有火车人，更不是。很凶这一波。我不是两台坦克。然后他飞回去，然后坦克架了，哇！雷诺破开这边，但是他没有先去把石头打啦。哇！哎。没有。大河呢？他在等那个毒霸主矿。啊？哎，直接飞进主矿？哎，也可以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不是飞正面更好吗？飞主矿可能会更好，因为毕竟他不是一波打死。哎，雷诺送了很多异化虫。啊，送过。没事，再来一台坦克，再往前加那个石头旁边，大河死了，大河升天了，毒爆没有近身到，你掉人又掉人了两个，哇，这力量狗，前面，但是毒爆很多，那看起来像大河，然后正面好像更强。哇，你大河在那吃点基地，然后你只要过来，我就用枪兵点你，就是很猛。我是这个，就是啊，被包了吗？没有，哇，真没，可以，我总觉得越打雷诺人口越多啊，各位观众。对啊。异化虫又来，盖尔丁已经接出来了。哎，正面打过了，非常死亡了吗？非常的多，我跟你讲，抱歉，是枪兵死亡了，是枪兵死亡了，抱歉各位，是枪兵死亡了，哈哈哈哈，打错GG。好，那这边是恭喜雷诺，是2-0战胜的泰，前进到了胜者组，有点可惜。我觉得大河这个飞家里跟飞正面，我觉得其实都可以，因为主要是他可能没想到那个雷诺的飞糖居然这么快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觉得对方没有飞糖了。对啊，
因为我正常飞过去的时候，那个飞航虽然说非常打大很很痒，但是多起来还是可以秒掉的。对啊，而且因为他瞬移用过，他也回不了家了。对，所以非常。对我来说，如果你是用飞到前线，你还有瞬移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去打。嗯。但是你是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倾向正面吧。你正面还是有机枪兵可以保护你。这就是无敌的雷诺吗？啊，嗯，都恭喜雷诺2-0太阳。好，你看预测没错吧？棒。我们这边休息一下吧，让阿吉的背去舒服一下哦。等下回来就是这个第二场由 Innovation 当 Special 的比赛哦。